西班牙球迷欢呼，还有人开心痛哭。欧国杯冠军金杯到手，画面左下角两名老兄哭到脸皱成一团。绚烂烟火点亮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夜空，马德里街头万人空巷，烟火齐发。2024欧国杯最终一役，英国威廉王子、西班牙国王、英国首相施凯尔都在现场看球。上半场双方0-0，就在第47分钟，西班牙16岁神童兰明亚某右边接到球，内切后妙传 Nico Williams 起左脚射门破网，西班牙率先破蛋。英格兰在第73分钟由替补上阵的 Cole Palmer 进球扳成1-1，场边威廉王子和球助王子振臂呐喊，父子俩开心抱成一团。眼看正规时间即将结束，西班牙 Oyarzabal 在第86分钟建功，球顺利破网。威廉乔治双手捧脸，不敢相信，表情包被一秒捕捉。最终，西班牙以2-1扳倒英格兰。西班牙七战全胜，继1964、2008和2012年后第四度在欧国杯封王，也是首支四冠王球队。Emocionante, al principio difícil, pero luego hemos remontado. ¡Campeones de Europa y viva España! 西班牙人的兴奋夜晚，却是索马利亚人的梦魇。首都摩加迪修一家咖啡厅，球迷齐聚收看欧国杯决赛，却有恐怖分子安置汽车炸弹，酿成5死20伤。继续要惠文蔡琼满报道。